在安徽省宿州市的这个普通的居民楼里，经常会有悠扬的陶笛声飘出来。吹陶笛的人不是演奏家，不是音乐人，是一位曾经在法院工作了25年、担任过大学教授、如今在安徽省宿州市人大负责立法工作的法工委主任。吹奏陶笛是武钦殿在闲暇时最大的爱好。1991年，武钦殿从安徽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每当遇到了快乐的事儿、烦心的事儿，他都会吹上一段陶笛，让自己重新回到起点。我觉得我是从学习法律到法律实践到法律宣传，也有法律研究，我觉得我整个工作的轨迹都是以法律为圆心的。武钦殿的爱人是他高中时的同班同学，自结婚以来，作为知音，他一直都非常喜欢武钦殿吹奏的陶笛声。而对于武钦殿的工作，他总是给予高度的尊重。我从同学到爱人，我是非常非常就是崇拜他的，就是他无论在哪个阶段的工作，他都是在努力，非常勤奋，在拼搏。2014年，武钦殿离开他工作了25年的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到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担任副院长，从事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育。然而工作刚1年，武钦殿就突然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以前我们宿州市没有立法权的，2015年开始我们有了立法权，这时候我们领导就找我谈话。虽然武钦殿有25年在法院工作的经验，但是对于领导提出请他去做的立法工作，武钦殿是没有任何经验的。面对挑战，武钦殿欣然接受任务，很快调入了宿州市人大，担任法工委主任。那时候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这个地方立法没有机构，没有人，我呢虽然懂一点法律，对于立法我也不太懂。上任第一件事，武钦殿就采取开门立法的办法，把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坚持让人民群众和代表说上话，让立法工作扎根在群众中。请领导把机构解决了，把人员解决了，然后具体的立法技术和立法知识，那我就自己自学了，向省人大学习，向安徽大学搞立法的老师学习。所以我们第一步立法的时候，那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有一股公平正义的想法，有一股敬业精神，但是到底立法是怎么立，我们就是按照按部就班，按照有关立法程序规定一步一步来，当时是一点疏忽都不敢有。安徽省宿州市被赋予地方立法权之后，市人大代表首先提出的是有关城镇绿化的立法。武钦殿很快就展开了关于城市绿化立法的各项准备，并且深入到宿州市的各个区域，了解城市绿化的现状和核心问题。我们这个地方属于北方城市，本身绿量小，绿化基础比较薄弱。在城区或是城乡结合区，很多社区的居民对于周边环境的恶化、绿地缺失意见非常大。这边绿化也不行。脏乱差，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什么搞的都是这一地都是这样的，是吧？武钦殿在自己生活的小区也住了18年，每天见到的这些盆栽绿植，武钦殿只是感觉大家生活有情趣，但是在调查城市绿化现状的过程中，这些盆盆罐罐组成的星星点点的绿色，却让他感觉到触目惊心。这个小区是2000年建的小区，当时我们住进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什么绿化概念，觉得有地方住就行了。当时我觉得开发商啊和规划部门呢，这种观念意识也差。当时我们这个小区5栋楼，一片绿地都没有，一棵树都没有。这件事让他深刻体验到他所做工作的重要意义，感受到地方立法工作与当地每个人都密切相关，谁也不能置身其外。之所以授权地方立法，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太多，地区太大，各个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那这个不平衡，用中央立法的原则的规定，有时候可能不太适应当地情况。当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老百姓的需要、经济发展的状况。通过广泛的征求意见、听取民意，多次召开听证会，宿州市城镇绿化条例逐渐明朗起来。武钦店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园林部门的建议，大胆地推出了城市绿化全新的概念，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所以我们在这个城市绿化条例里面就有一条规定了，叫300米建绿，500米建园。什么意思呢？就是行人走在我们这个城市上，300米的距离能见到一块绿地，500米的这个距离有一个小公园，主要是为了考虑老百姓，让绿化走进老百姓，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绿化。武钦店在主持制定宿州市城镇绿化条例的过程中，对于宿州市城镇小区绿化面积的比例的要求，这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召开听证会，最终绿化面积比例被定为40%，够高的吧？这么高的比例能实现吗？建筑商、开发商能接受吗？你比如说开发商，他认为这个绿化率高了，他其实是一种传统思维方法。你房子盖多了固然能卖多，你房子盖少了盖精了，价格也能上去，质量也能上去，信誉也好，所以他们也比较支持，管理部门也比较支持。绿化条例在制定和适用过程中间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2015年11月，宿州市城镇绿化条例顺利通过了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并经安徽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在2016年3月1号起颁布实施。条例的颁布以后呢，我们最大的变化呢更加规范了。比如我们公园的建设上呢，要求呢我们以地方树种为主，我们呢就是树木呢以多大的规格，就是绿地率占有多少，特别是我们公园小区的绿地率，这样呢使我们在规划建设阶段呢就很明确。过去啊，我们从这个行业都是认为是管理，有园林管理。现在我们呢，立法过以后，我们更多的找准这个行业的定位，这个主要是以服务，从管理变成服务，这是一个转变，一个最大的变化。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武钦店发现农村垃圾是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的一个极大隐患，是农村居民的痛点所在。来自农村的市人大代表也多年提出了这方面的议案。当时那个我在最偏远的一个农村，垃圾都乱扔，当时垃圾乱扔以后就是清理不及时，就环境比较差，就是针对这个提出了一个建议。武钦店迅速走访了宿州市周边的各个村庄，发现问题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他很快主持制定了全国第一部有关农村垃圾治理的地方性法规《宿州市农村垃圾治理条例》。因为农村改革开放以后这几年，经济发展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垃圾量增大了。这多少年，国家治理农村垃圾这一块儿，不能说是个盲点，但是呢也是个弱项。原来严重到什么呢？污水横流，是垃圾污水，房间屋后到处是垃圾，田间里头也是垃圾，生活垃圾了，废品了。武钦店针对农村垃圾的现状，在治理条例中首次提出了农村垃圾分类的倡导性要求，这个要求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农村垃圾分类是我们这个农村垃圾治理条例中间提倡的一个条款。当时在制定这个农村垃圾是不是应该分类的时候，是有一段争议的。我们立法也有个过程，开始在第一次起草的时候没有农村垃圾分类。主要因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认为城里人都垃圾都分不了类，农民怎么让他分类呢？也不应该让农民分类。但是经过在农村深入调查，武钦店发现农村对于垃圾分类的需求不比城里小，而具体的办法要符合农村的实际。首先在农村垃圾条例中间应该提倡垃圾分类，但是对于农民的垃圾分类不应该是个强制性的义务。
我们解决农村垃圾问题，不能增加农民负担。这个指导意见中间把农村的垃圾分为几大类，比如像建筑垃圾、秸秆、医疗垃圾、废旧电子产品，这些东西应该和平常的生活垃圾要区分开来。这样一区分了，把建筑垃圾就地掩埋了，就地利用了，把那些有机肥料、有机垃圾就地堆肥了，一个是节约了垃圾管理的成本，一个是可以使这些资源第二次利用。苏州市农村垃圾治理条例在2016年9月经苏州市人大审议通过后，经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于2017年4月1号起实施。这部地方性法规对于当地农村环境的改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法规颁布实施后，宿州市各地乡村的环境都发生了巨变。我真正呢，房间屋也干净了，也卫生了，也老百姓呢也自觉地把垃圾呢打成包放到垃圾箱里头，然后呢由这个垃圾清源呢集中拉到这个垃圾处理站。对对，天天都垃圾拉得干净了。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武清殿先后主持制定了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定、宿州市城镇绿化条例、宿州市市容治理条例、宿州市农村垃圾治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在立法草案拟定的过程中，武清殿结合实际，对于每一段文字都要字斟句酌。其中为了体现地方立法精神，条例名称特别使用了治理一词，而不再沿用大多数城市使用的管理一词。绿化是一个惠民的这个行为，是一个利国利民、有利于子孙后代的一个行为，这是个好事儿，应该是全民参与。所以我们把这个理念从管理这个理念上升到治理理念。什么叫治理？什么叫管理？管理好像是关系是单一的，有管理者有被管理者，管理者发号施令，被管理者服从，这就不行了。而这期间，武清殿仍旧出版了《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等多部著作，还在南开大学、安徽财经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很多人觉得武清殿精力旺盛，而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热爱。我觉得这我的经验就在于，我干一行爱一行，能把我的工作、我的学习、我的思考和我的兴趣点放在一处，这样不就不矛盾了。比如我在开座谈会的时候，我是其实是在为我的立法工作开座谈会，但是老百姓提的问题，他可能就不单单是立法工作的思考，他是法律深层次的思考，还有对于社会治理深层次的思考。武清殿大学毕业后，在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书记员做起，先后担任审判员、审判长、副庭长、庭长和专职审委会委员。通过在法院的工作，武清殿了解了法律对于社会的不同寻常的意义。如果法院一个判决引导不好，不但不能减少纠纷，而且会增加好多纠纷。一个案件判错了，那就会影响一大片，包括案件当事人，包括案件当事人所在的周围环境、亲戚朋友，都会对法律、对法院都有看法。从另一个角度，就削弱了这个咱们公权力、国家机关和法律的地位、权威。武清殿在法院工作期间，审理了千余件民商事案件，化解了大量的纠纷。他也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还入选了中央政法委和教育部首批双千人才计划。过去的经历帮助武清殿在担任立法工作之后迅速找到正确方法，做出了成绩。而武清殿的爱人认为，这些成绩离不开他泡在书房天天熬夜。他每一次都是12点以后，他12点以前几乎没睡过觉，除非特殊情况，然后就在书房写东西、看书，就是这样。但是无论爱人怎么劝说，武清殿仍然没有改变熬夜的习惯。这张书桌是武清殿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在伏案写作疲惫的时候，音乐给他带来愉悦和灵感。
有时候对妻子、对亲人朋友的关心和爱，五亲店更愿意用音乐来表达，而对于社会和国家的爱，他只能用笔来表达。我觉得这个社会上能给社会做贡献的方方面面都有，但是我学习了法律，并且我们国家我们单位啊，培养我这么多年对法律的学习和研究，给了我这么多机会，也给我这么多机会的实践经验，让我有这么多思考，应该在法律上给国家、给社会、给自己身边的同志有点贡献。在五亲店写的《传统文化与法治中国》这本书中，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有尊严和权威。二十几年来，五亲店的工作轨迹始终都是以法律为圆心，他忘我的工作，努力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足以让我们看到五亲店围绕的这个法律的圆心，包含着他追求真理、追求公平正义的初心，也包含着他希望奉献社会、希望服务于人民的信仰。我是陆一鸣，明天见。